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视频中的这个小男孩叫果果，今年7岁，来自黑龙江。爸爸在他1岁时得了风湿病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妈妈承受不住家庭的压力，选择了离开。现在他每天除了上学，还要照顾爸爸和爷爷的饮食起居。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，他却要做着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。爸爸把他每天的生活上传到了快手，很多人被他的坚强懂事深深感动。如果你在热门上看到他，请给他一个红心加关注，就是对他最大的帮助和鼓励。如果可以，请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果果得到更多的帮助，为果果点赞。祝好人一生平安。抖音